Hello，今天是20207月31号，今天要来玩的是游戏龙在2003年9月推出的苍龙少年。我先设定一下它的，因为它是 3D 游戏，所以我可以设定一些画面。看一下工作人员好了，制作人是陈文聪先生，然后城市设计陈文聪 ，3D 引擎是陈文聪授权使用的 ，Dream3D Engine， 然后原著故事游戏剧本是杨文琪小姐。还有其他人，研发小组是游戏巫师小组，那制作发行是游戏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制作人陈文聪先生现在他似乎在独立开发一些手机上面的游戏。已经有一些成品了，然后还有一些是正在制作中的。那杨文琪小姐似乎有去过，我去巴哈的讨论区，她似乎有上去讨论区讲一些事情，这样子而已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吧。大哥离开黑羽城已经整整八年了。龙骑士的测验。OK， 要去城堡大厅集合。这个游戏是全 3D 的游戏，我在 Win10 上面的主机安装的时候，游玩的时候，它会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的显卡太强了。所以它整个运行的速度非常的快。我本来安装好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只要稍微点一下这里，它就会瞬移过去，非常的快。然后现在好一点的，我是用 DG Voodoo 的程式套进去，然后反正稍微设定一下就显示卡的模拟器，然后现在又比较正常。它跑步的速度，
没有之前那么夸张，但是它这个原本游戏设定的跑步的这个速度啊，也是有点奇怪啊。它是怎么讲？它是有程度落差的。像我现在滑鼠不要离我的人物太远，这样子在前面就好，它就是走比较慢。然后我只要滑鼠离人物越远，它就会越来越快，这样。然后那个最快的速度是有一点不符合正常人移动的那个速度，就是稍微快了一些，但是总比原来的好。原来的状况是，可能是因为相容性的问题吧。OK， 那我现在说要去大厅集合，开了一个宝箱，捡了200块。Go go， 这是黑羽城。那我再去设定一下画面好了，因为它那个设定档好像会跳掉，就是这个影子会跳掉。OK， 有了，影子出来了，整个城镇的大致的样貌，然后有光晕。黑羽城右侧亭龙皮，哇！不小心走到了。这游戏转视角的速度比较慢一点，但是又没有可以设定的地方，所以算了，就自己慢慢转。道具店，武器店。我发现村民都有尾巴欸，但是我们男主角不知道为什么没有。我要去沟通看看。女商人坡娥，无比城。OK， 这个对话视窗是怎么讲？有点动态，我还蛮喜欢的，放大的。前山丘，中央山丘，主王城所在地，以及两侧的亭龙坪，中间还有运河。OK， 这个 NPC 的脸长得民宅。去民宅看一下能不能捡点东西。对话视窗跑到下面。中央山丘，
有一只牛。线宝，蓝龙，这游戏有好多龙。大厅到了，我记录一下。那我现在是要去哪里呢？剧情提示，那这个跟《剑灵二》一样有剧情提示。这我看不懂哪一个顺序是对的，前往城堡大厅集合还是去黑羽城逛逛？
啊，数学题啊。一份、两份、四份，这样子吗？一份、两份、四份，得到一份生日蛋糕。哦，有宝箱耶，可以偷拿，爽。哇，四个翅膀的、哦！这游戏里面似乎很多种族。群玉记，华莱士。祥族，这种是有黑翅膀，然后黑尾巴，这种是有白翅膀，而且翅膀还是四朵。那我们男主角就是什么都没有。好多东西啊，酒酿蛋。玩这种 RPG 可以获得东西都蛮开心的，不管是自己捡的还是别人给的。所以我觉得 RPG 探索要素还是要丰富一些，像这个还不错。帮梅姬小姐送信哦，所以这里都有任务提示。停龙瓶，外侧停龙瓶出现一条不寻常的蓝龙。到了呀。
限度我已经设定最远的。呀，个人呢，所以这种有点像恶魔翅膀的是雅各人，然后像天使翅膀的是祥祖啊。这是什么？小狗啊。蛋炒饭，古拉温泉水，它其实蛮多东西可以捡的、欸。其实我也没找得很仔细啊，就是。随性这样子，黑铁剑，所以它其实蛮多东西可以捡的，如果有认真捡的话。哦，妙龄少女躺在床上。阿提纳水，二剑厅，这是之后要来的。哇，叫我去黑羽城逛，我逛到现在还没推进剧情，糟糕哦！图书馆。果不其然，
图书馆有很多背景故事啊，但是我就是点过去，点过去了。已经逛得差不多了耶，旅馆。阿克尔之家，小孙女啊，这个倒是没有那个任务。叫什么名字啊？等你妮，妮妮小姐自从看了一本叫《国王的新娘》之后，整天嚷嚷着要当国王的新娘，百块。再这样逛下去，我看我今天这一集玩是没什么进度，倒是捡了蛮多东西的。旅馆，小山丘，柜台上面有一只猫，好笑。不用了，还有二楼这样。它一二楼都有规划出来耶，蛮用心的。还有保险可以买，明纳村。这些人为什么可以自控呢？
太强了。看起来是要去外侧停龙坪，但是我现在找不太到外侧停龙坪在哪边。再过去便是右侧停龙坪，是坐起降低。外侧停龙坪，这里是盖特的家。早安，老板。训斥。看一下，哦，看来是要来酒馆，没错，去追老先生。老先生在这里，来跟他挥手了。伊尔西家族的脸都被你跟你大哥丢尽了。真的要上了吗？装备黑铁剑没东西，黑铁剑我自己身上就有了，然后还捡到一把。道具倒是蛮多的，恢复的、装备的、剧情的、离别信，还有其他的。达比的生日蛋糕可增加单人 HP 数值啊！这是永久增加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可补单体 MP 最大值。哎呦，不错耶！它都有一些强化上限的道具。外侧停龙坪是要去外面的意思，出去看看，因为城里面我都逛过了，都没看到。蒂亚大陆上半部，这个大地图都没有名字。哇，打怪了！
这个开场。两只龙都还没下降，已经先被我敲两把魔法了。获得道具痊愈剂，不错。趁他还没下来，先敲他。哇，好痛！快跑，快死了！200点。欸，应该是那一个，我看到有个平台。好像有一只狠角色，我还是赶快逃。绿血龙还好对付啊，大地斩龙啊。快跑啊！我果然是这里。还好说他的逃跑的几率还蛮高的，像昨天玩的那个剑灵二啊，他御敌几率实在是太高了，频率太高了，然后逃跑的几率又算普通，不会太低，但是也不是说那么容易这样子。外侧停龙坪，什么、啊、还有灯光。还有探照灯呢，我到了、啊，但是没半个人了、啊，怎么回事？蓝龙，来吧。没魔力啊。欸，他也太快了吧！欸，太快了吧！要挂了！哇，他一次可以发两发哎、欸，这个要小心了。要小心了。OK， 这边。
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浪费我的魔。哇，完蛋了！靠！我看一下哦，这样去打，有一点点的危险，我看一下。增加单人 HP 数值280，哦，380哎，好多哦，哇哦，酷酷酷，哦，这个也不错，哇哦，哇，那他探索要素给的东西很不错哎。这样探索起来就更有成就感了。呀，380，我现在多少钱呢？500块。这个补的都蛮多的。蛋炒饭。哦，这一个，我先这样打打看好了。OK，Go Go。进场就先轰我，再补一次吧。去死吧！赢了。
OK，刚刚有一段动画，似乎跟我们的这只大蓝龙成为了好朋友。我记录一下。OK。那我就回去找老先生，看一下我现在多少血。哇 ，HP 31呀！绿血龙。趁他还没下来，先敲他，太爽了，爽赚呢。我要去教堂找老先生。教堂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在旁边呢，太小只了。打败了吗？打败了。那龙牙呢？我没拿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这条龙跟我好像不是第一次见面，所以我不忍心杀它。呵呵呵，你笑什么？龙牙我是不会拿，是不会帮你拿的。但是我可以再去别的地方挑战，你说说看。这就对了，这个你拿去吧。精灵的种子，给我这个干嘛？这不是普通的种子，只要是特定的龙吃下它，就会转变成精灵体的光圈形态。把这种种子拿去给那条蓝龙吃下吧，这样子它可以随时陪伴在你身旁。哇哦，变成我的宠物了。哈哈。哦，原来那条龙是他养的。哦吼吼吼！哇，这个展开，原来如此啊。OK，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了，《苍龙少年》的第一集。我觉得剧情很好哎、欸，像刚刚那个展开真的是有点惊艳到我了。这是2003年9月推出的嘛，然后是全 3D 的游戏，在当年全 3D 的游戏，国产单机还算很少啊。基本上我知道就几家而已，像是玉泉，玉泉就是专门在做 3D 游戏的。然后这一款是游戏龙，还有就是，好吧，反正当年做 3D 游戏最有名的就是玉泉的，那其他当然还是有几款啊，只是说不多这样子的。更别说是全 3D 的，这我是不知道，在当年做 3D 游戏的制作成本有没有比 2D 游戏高？因为毕竟那时候 3D 游戏才刚开始发展而已。那这一款在界面上，我觉得蛮喜欢的，像是那个对话视窗啊，这个
就展一个蓝色的视窗展开这样子，然后字体很大，这我觉得很不错。然后还有这边小地图有一只龙，还有主界面里面也都设定的很不错，这些界面有一种怎么讲，有一种什么银河游侠的 feel 啊。我不知道其他玩家有没有玩过银河游侠类似的 feel。 战斗，然后战斗部分像他那个开场也是往前跑，跑过去这样，虽然说难免要花一点时间拖慢战斗的节奏，但是那个 feel 啊，那个 feel 感觉还不错，营造的还蛮不错的。就是我们主角跑过去，然后龙飞下来，然后对峙这样子。各方面来讲，我觉得整体玩起来都很棒。最棒的，我觉得还是这个剧情，我觉得很不错，还有它的一些背景设定。像是这个雅各族啊，就是恶魔翅膀的雅各族。雅各族就是经商，然后打败了降族，控制了航运这样子。虽然说这里是雅各城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在里面遇到一个嫁过来的降族啊，四个翅膀的。所以整体的剧情设定我觉得蛮喜欢的，会想要一直看下去啊，玩下去这样。OK， 那今天苍龙少年就玩到这边了。因为觉得他做的蛮好的，我在想说要不要再玩个第二集啊，考虑看看。那先这样，拜拜。